前辈，谁让你救我的？啊，前辈，我救错了吗？当然错了，你有时间步兵阵，还不如自己跑。你们也太卑鄙了吧！术士躺平骗我进攻，然后镇鬼在身后下黑手，无耻！你们队长没告诉你吗？蓝雨舰队靠的就是牵制流。李帆，咱们现在就让他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牵制流。是，前辈。哎呀，能不能不要跑了，老爷？你今天是孙翔上身了，能不能不要这么怂啊？是男人就正面刚吗？老爷，你也有今天，为了保命，连跟我面对面都不敢。揪出来！糟你！哎，想什么呢，少天？我不就在你身旁吗？怎么不回头看看我呢？堂堂剑圣就这样被卡住了？喂！一个没底线的，你把我当副本 boss 随便卡，行啊，你个老爷，你等着我出来啊，你等着。出不来啊？战场另一边，一次回合不战，继续前进，锋芒灰卷想要完结。是的，我们看到虽然是一对二，但是职业克制，星星这里不好打。突袭！暴动星突然切入，直接从背后用板砖击倒了锋芒灰剑，真是魏琛的标志性打法呀！哎呦，包子，不错嘛！牵制流的精髓就是永远不正面迎敌，还自学成才了。我们看到蓝雨的弹药专家埋伏在屋顶，试图用火力压制星星的三名队员。前辈，我们的路被阻断了，怎么办？他们有地形优势。星星选择暂时躲避，那么通过卡视角，星星三人成功避开蓝雨弹药专家。魔法射门，韩柔成功击退枪林弹雨，四人汇合，星星的配合非常漂亮。老魏同志，你怎么跑起来了？说好的原地蹲呢？你卑鄙是你的事，队员是无辜的。什么？你有意见啊？马上到终点了，老夫带你们躺赢。星星的队员即将到达终点，蓝雨队员迅速拦截，要决战了。这次怎么打？我让你们看看牵制流的精髓。哎，等一下。知道我跟你们玉队什么关系吗？刚进门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他对我毕恭毕敬？机会来了。星星队员突然发力。是的，我们看到配合非常的默契，蓝雨三人都不错嘛。那还不是你教的吗？最好的手段就是不择手段。六星功劳，圆周面对曾经的队长魏琛，丝毫不手软。两代蓝雨队长，两代索克萨尔的操作者，两代术士大神，终于正面交锋了。面对曾经自己使用的角色，不知道魏琛会有何感想呢？魏队，好久不见。下个是谁？队长，是我。宇文周，来吧。好。职业赛场上 ，APM 200是最低标准，有的人甚至能逼近400。但是你连200都没有，所以你得靠意识来弥补手速的不足。
比如预判对手的位置。不能跑到这里所需的时间，有点意思。打得不错，刚刚打了太多场，再来一次。嗯，明白。这小子以为同样的手法能奏效两次，未免把职业选手想得太简单了。和上局情况完全一样。打得很好，再来一次，这次我不让你了。多谢队长指教，打得很好。我去买可乐。他这局发挥进步挺大，进步真快。哎，老大老大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买瓶可乐，刚刚说了。吓死我了，这种小事我去跑腿就行了。哎，不过刚才玉文州那个小子运气真是好，碰上队长您这么好的人，知道他守财没信心，所以故意放水让他。一会儿好好的。啊！继续施法是诅咒之剑，如果击中英国部队将阵亡。被打中了，国民机枪打中的施法是军梦校。这次接老队长。怎么能下手这么狠？孙老爱幼稚的吗？云中，你就放老人家一马，就当是五讲四美吧。你带老队长。